睇埋第八、第九场啦，第八场先啦，三番千二啊。状态好嘅马都相当之多啊，因为好多马都已经跑到痕晒啦，配备转变就冇嘅。好啦，先睇呢一只以战养战啦，佢嘅操练咧就有啲唔系咁正常嘅，所以隔咗一段时间先至跑啦。膊头嘅习惯冇改变，走过嘅形态亦都冇改变。就是上次在閘內搞搞震退出咯，嗰度咁樣。不過啲馬嘅動作咧，佢不嬲都我自己都唔係好中意。嗱，穿甲英，你睇潘頓出邊跳，同在上一課跳，完全唔同嘅。嗰課拉唔住，呢課啊鬆到不得了。場場精彩啦！呢啲其實亦都即係跑落個鋭勢就冇季初咁勁嘅。佢係咪神速好差、好回落咧？即係唔係嘅。咁但係你落到長跑咧，確實係麻麻地。好，再睇下只你知我性啊，千二喎，真系都要摆到喺前面走，佢应该可以做到呢一点噶啦。系咪真系会韌力好咗啲咧？近镜头一匹啦，咁佢跳过啊，几醒嘅。呢啲都系啊，成日都好靓嘅，二八七齐心同行。咁但系呢只马，我哋之前都讲啦，曾经带过呼吸仪器，所以你话佢突然间走样咧，我谂对于我哋两个嚟讲咧，就唔系话咩意外嘅事。系咯，话冇就冇噶啦，条气一出一唞得唔靓仔就咩巴基之友啊嗰啲咁样，铭记之心喺前面嗰匹啦，其实都冇咩好大嘅进步噶啦，系维持住咁上下水平噶啦，你要计下其他马有冇进步啊？系咯，好似呢啲啊，四岁马嘅天行健啊，一个中等速度翻嚟嘅，咁虽然话冇特别换脚嘅动作，但系唔紧要啊，好流畅啊，只马好爽朗啊，好啊，呢啲马都。好啦，跟住啊，呢只木火同名啊，我真系好奇怪。其实呢只马外观啊，养得都几好喎。其实朝头早跳，我真系觉得佢跳得好好嘅。但系有时落场跑系差得好紧要，上场又突然之间好似好啲。呢只就精选威啦，88今朝跳嘅。咁以阿田泰安跳一只咁侧身嘅马咧，佢都算系几黏噶啦。因为有时田泰安佢冇骑过呢只马嘅，可以令到啲马咧都几行啊，几乱龙啊嘛。自然辉煌啦，咩乐创未来啊，腰长啊，我觉得啲马有时个跑姿动作就自己唔系咁中意啫，咁咪未必代表三班唔赢得，不过就睇你自己嘅喜好啦。喂，呢只咧同阿头先阿浩然讲嗰啲锋芒劲路一样喎，呢啲系咪装紧你啊？呢只王者骄傲拍跳啊，咁成日都好似几好，你跟呢啲马咧就大件事啦。呢只王者骄傲啊，成日咁转路程啊，都谂到有啲爆头啊！咁啊，先讲下呢一场啦，三班千二米嘅，好多马都好好紧织嘅呢一组啊。二号穿甲应该犀利啦，上次收姜赢我大佬，所以加咗十分。呢啲都恶嘅，继续留喺三班谷草咧，三班千二咧，呢组算强噶啦。好多时啲三班千二啊弱到不得了嘅。除咗佢之外咧，其实四号嘅你知我性，我自己都即系心大心细喺度谂紧，系咪只马冇季初咁锐，定系依家佢冇咁好火？就上千二会好呢，因为今朝我见佢拍草地拍闸啦，佢隔篱嗰只一先生咧有啲慢咗闸嘅，咁但系三几个箭步就追到佢咯。你话如果呢只你知我性当锐咧，佢唔应该俾啲中长途马咁容易近得到佢嘅。咁但系有少少即系心大心细咯，我自己都未系话拿捏得好好啊呢只即系你知我性啊。其次就天行健啦，呢啲都系近期即系进步紧嘅侧身马嚟嘅，都可以加入考虑啊。你知啊，唔使心大心细嘅，即系将啲嘢放开佢，唔好谂就得噶啦，即系唔使咁烦啊，系咪？你又要谂王者骄傲，佢装个局装到我几时咧？咁样，唉，都唔使谂佢啊，直情都系当佢冇事啊。你要累积翻嚟嘅经验，你睇我啊知啊，系咪？即系谂咗几多嘢，你又啱啱开始谂嘢，希望啊继续会好啊。其他嘅马穿甲英，我都唔知个档位会点样，因为纯粹跑形势啦。不过我觉得。有時睇馬角度咧，你可以睇曬佢呢兩課拍跳嘅穿甲英個形態，因為有一課助手跳喺出邊咧，都唔好講嘅腳都頂唔住，同頭先潘頓跳嗰課係完全兩件事。不過潘頓跳嗰課咧就快啲嘅，咁所以只馬可以走得鬆啲嘅。另外嘅馬就天行健啦，嗱精選威咧，佢三歲咁樣贏梗係叻啦，係咪？但係一千喎，同埋只馬我之前都覺得俾馬壓住嚟跑去爭啲嘅，佢。都是揈出去外面冚，因为只马后生啊嘛，佢仲系学紧嘢，咁睇下佢学嘢程度会去到边度，希望我都冲得好咯。